去瑞士，考虑好了吗？主任，我决定了，我留在国内。江阳，你主任，别劝了，我不会患得患失的，就这么定了。梅梅，主任叫你。 大使馆了，两年，真的，恭喜你啊！那你会等我吗？不等了吧？我去瑞士娶你。恭喜啊，梅梅！行了行了，行了，我们都在呢。我们也要美女抱抱。好，好，好，一个一个来，不只有拥抱，还有下午茶喝。啊，太好了！梅梅，恭喜你。谢谢。 去的不应该是程江阳吗？太意外了。就是啊，哎，有什么内幕吗？我哪知道？可能他有他自己的考虑吧。他哪知道？都跟你说了，之前那是误会。啊，忘了。什么误会？哎，就是你跟程江阳那什么，也不知道谁传的，我们都以为你们那种针锋相对的状态，是故意演给我们看的。 哎，三人成虎，一人偷福。你真有文化，都开始押韵了。别生气了，乔薇，我也是跟你接触多了，才发现你对谁都挺好的。广场舞都跳了，我也没什么可不好意思的了。郝哲的事儿，其实是我跟田主任说的。我希望你们能理解我。 我们俩在实习生里不算实力最强的，如果再有个走关系的，那我就更没机会了。乔飞，对不起。我也向你道歉，乔飞，咱们误会都澄清了，别记恨我们，大家都是同事，都不容易。 主任，给你留了蛋糕，你要吃哪个？光吃蛋糕太干了。这有汽水，我还没喝呢，给你。我想吃水果。这里没有水果。纯水果。你买那么多薯片不健康。 爱吃，小华姐找过我，关我什么事儿？哎，你买漂白水干什么？这不是造业吗？这才是造业。买了造业还买肥皂干嘛？留着给你减肥。你还需要什么吗？我需要我的女朋友对我有信心，不是听别人解释以后才开始无条件的相亲。 条件相亲，你不用傻呀。他就是个白痴。谁是白痴啊？我又没说你，你别对号入座。<笑>行了，别生气了。祝你亲。这个时间本来应该在高欢院的，一定陪你溜出来。哎呀，就这么一会儿，没事儿。而且高欢院也是讲人情味儿。 你不是来买纯水果吗？纯水果找到没有？纯水果没找到，纯爷们儿有一个。看见了吗？今天晚上下班以后，咱们先去同船间练习同船，然后烛光晚餐二人世界。 今天晚上我有事情。什么事儿啊？同船要是再不练，之前咱们练的都白费了。嗯，那下了班先去同船间，然后我再去找我的朋友。
好吧，反正同款你是要练的，今天晚上就让你装有青涩一下。嗯，补偿一下，再亲我一个。我咨询了一个心理专家，他说有心理障碍的人回避不是办法，唯一的办法就是去习惯它。以后你每次进同传间，你都告诉自己，我是乔飞，我是因为以前妈妈生病，所以我对同传间的玻璃有恐惧，但是我没有要马上克服它，我只是试试看能不能一次比一次好一点。都这样行吗？当然，心理暗示很重要，告诉自己我没有要马上克服它，我只是试试看能不能一次比一次更好一点，不要给自己心理压力，抱着试试看的心态。我准备放资料了，试试看，能翻两分钟也是进步。自从欧元正式流通，Depuis sa mise en circulation, l'euro est devenu un symbole majeur de l'Union européenne. L'euro est le lien concret matériel qui unit les peuples européens.分钟了，真的？你今天进步非常大，我都没有想到。照这么下去，你很快就能完全克服同传障碍。哎，刚才说的啊，不能说完全克服同传障碍，要说比上一次表现好一点。晚上真的不跟我吃饭了？不了，我约朋友了。你约朋友，我也约朋友。我找旭东去，再来一遍，还来呀、啊？